觉得跟生命比起来，这一切都是擦伤，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，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像这一路走来，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，我爸爸会给我做饭的工具，出去摆摊，我表弟他们也会来帮着我，就是打打下手什么的。还有很多网友啊，一直在鼓励我过来吃我的炒粉，或者是在直播间来看我，就是好像是大家给了我对生活充实起来的一个信心。我来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呢，我不是卖惨，我是希望把这个积极阳光的状态传播到给更多的人。我也拒绝了很多人的捐助，我希望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赚来的，我想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。